是这个。可以这一集讲快一点啊。这个 MSF 生成木马。生成那个 MSF 生成木马呢，用的是这个命令。这个命令呢，你装那个 MSF， 它就会有了。在哪呢？这个呀，有吧？杠 P load 对吧？然后呢？杠 P 选的那个 P load 对吧？然后这个也是你的 IP， 端口。然后生成的类型，对吧？杠 F 生成类型呢？端口呢？改成8866吧。然后呢？这是监听 IP 啊？哪个 IP 监听呢？比如说，如果我使用这样是可以吗？可以的，但是没有意义。对，就是说呢，它呢生成这个木马找这个 IP 的这个端口，对吧？但没有意义啊。哦，对了，这我没有讲到这个模块对吧？哦，对吧？嗯。那我看一下这个模块有什么编码呢？快点！看。转码的啊，对吧？比如说这个 PHP 的64位的，对吧？你可以加个生成 PHP 的木马，然后加个杠一，对吧？然后选的这个，对吧？OK。Pilot 呢有多少呢？需要我给你看吗 ？Pilot 是不是从这里看执行，对吧 ？Pilot 对吧？那讲快点，能看到东西吗？比如说生成一个 Windows 10是这个对吧？杠 P 选的 Pilot 选的是 Windows 10对吧？然后呢，反向的，然后 IP 是这个端口 OK。生成完之后呢，我们选这个模块啊。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我直接试试那个 pilot， 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先看一下。随便选一个，我比较喜欢用是这个对吧？这个的对吧？那这个也行对吧？64的，但你不知道是32还是64的，你就选上面这个 Windows 的通用的，里面设置你的 IP， 监听的端口，这个端口不能够被占用啊。端口多少呢？端口是8866对吧？啊，对吧？对。
在哪里？不直播哪里？去云子。对，那是另外一边视频机复制过来。嗯。你有什么？没有。我靠！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天哪！贼麻烦。面对破事啊，真的挺烦的。刚休息前对吧？哎，有吧？那这个就是一个生成木马。生成木马呢里面有什么呢？ Linux 对吧，生成 Linux 的对吧，生成 Windows 的 Mac 的 Mac 什么不用我说， PHP 的 ASP 的 JSP 的 Python 的，你有 Python 吗？Python 的还有一些很多啊，也不多，不也不算多，就是一些常用的生成木马对吧。然后进入 CSS 怎么进入呢？ CSS 还是我讲了，不要了吧，不用了、对吧，然后就选择杠 I 一对吧，进入中进行一个命令对吧、对吧。生成木马，这个讲了吗？就是说生成的时候可以加个一对吧，杠一，然后选择你要转码的一个 pilot， 不是 pilot， 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呀，就相当于等它免杀的意思。不是，对，可以。那不是。比如说 PHP 的对吧，有一些杂七杂八的，
这一节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没有吧？没有就没有。OK， 好。好个屁！快点，提前，直接讲了。